是打卡，厨房里的娃娃众人祝福你还记得吗？老师一丝不挂，如今一般不差，成天回忆成堆资料夹。第一个部门主管叫做爸妈，你只要乖乖听话。第二个部门专门改造傻瓜，会念书会考试的那种傻瓜。你是真正过吗？你是反正过吗？人不开始有生命就像是迷失吗？人生有些选择现在规划，最初不够融化，不能废话传达。你准备好了吗？现在必须出发，人生有些公司没有一天的进展。人在哪里跌倒就在哪怕一下，面对挫折也都转眼化，让心压着僵化，冷漠下着笑话，生存纪律追求最大化。第三个部门负责财务计划，要你和现实打架。第四个部门任务更加复杂，是寻觅是恋爱是找份活干。你曾深爱过吗？你曾放纵过吗？爱是一句笑话，花是一句废话。OK， 咁多位，我哋翻到香港啦。有啲咩？喺我哋准备出境嘅时候要咩呢？各位排好队，诶，拎晒你所有嘅奖牌出嚟，我哋挂颈，我哋练腿，我哋要做咩啦？然后我哋慢慢步出呢个机场。OK， 已经出咗事。唔得唔得唔得，大家要有笑容啊！执下个头啊嘛，要。OK， 去戴翻帽啦。同埋大家要微笑 ，OK， 微笑。Yeah.微笑微笑，唔得偷笑啊偷笑啊！